塔咪就这样啊，问他要不要玩，他就说哦，好累哦，躺床了。塔咪是谁？大家一定满头问号。塔咪是我聊天室的那位板手 T A M N Y， 他平常其实会偷偷的在 Twitch 开台，像这样。Twitch 什么？快点让我看。然后我有时候都问他要不要玩，但是他都会说他好累哦，所以才有了开头的这一段。隔天再问他你要不要玩，塔咪，在吃饭。婉转拒绝你也是一种温柔 ，OK？ 婉转拒绝是吧？哎，小李，你今天晚上可以打吗？要晚一点，多晚？婉拒的婉。看这边组合好好，我们怎么会有科尔特啊？怎么有这种？那我又要坐牢了，那个我过去要被勾走。这想把他带个洞察，我们把那个大招不要了。我们再要后退一点，那要丢第一颗了。没有人。迪达是 B 汉吗？啊？迪达是 B 汉吗？你以为出投掷啊？对方也是投掷，他就不会走过来打你是吗？投掷不能这样过来啊！投掷不行这样玩啊！作弊啊！被拒绝了，我观战一下。我们来看看888本人如何玩格尔，跟查斯特直接单挑，好扭，查斯特放弃了，查斯特跑去找吉恩，回手掏，差点把我们的888收掉，332滴血，吉恩有大，抓一个，抓谁？这边都男的，不好抓，抓格斯，那格斯血很多啊，我贴脸888输了，吉恩先比了一个怒怒表情。有个大招砸到了吉恩，吉恩还不出手，这吉恩到底在等什么？他还在等，等到自己都死了。那春天都过了，剩冬天。爸爸有大，不知道开谁。沙迪位置很尴尬，查斯特也很尴尬。现在带四颗宝石，人在哪？好紧张哦，不知道人在哪，只能左探右探。哇，塔拉有大，对方格斯也很紧张，大家都好紧张。他出手吸到了。妈妈大脆，哦呦逆转，吉恩还在捏大，吉恩还在想要抓谁，还在想，还在等，出手吗？还不出手，还是不想抓，要抓了吧，老哥你的大招都已经囤了一分半了，还不抓，抓了吧，抓抓，还不抓，还是不抓呀，一面大招剑啊！888比了一个怒怒表情，到底要不要抓？队友要死啦！哦，有极限威能了，可以抓了，这个不会 miss 掉。还是不抓？待在家里了，不用抓了。他这样都可以赢，我要再玩一次吉恩，我给你们看啊。刚才会输对面那三大师，就是因为我的队友少了一个小李。我这一把呢，我再出一次吉恩，相信这结果大不相同啊！选给你们看，来看我的，就一百公尺。Don't worry， 不紧张啊，不紧张。我们这把我跟你讲聊天室哦，又让你们学到一个啊。我们刚刚因为单纯开大没抓到，我们这把呢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啊，所以我们这把呢，我们要开极限威能，冲啊！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不害怕哈，不要害怕。你不能因为看到队友这个。二连抓啊，甚至极限抓啊都没中，然后就责怪队友，这是不行的、哦、啊！这不就抓中了吗？我要玩汉克，
我要全部！矿沙小，我要全部！矿沙小，我要全部！我所有想要的一切啊！哼！巴兰克。教务处广播，这个聊天室以后再也见不到八八八的牛这位同学。妈的吉恩，我真的要给他笑死。这辣椒把队友害死啦！我得给这个辣椒一个赞，还是这个辣椒在报仇？因为刚刚吉恩把那个饭抓过来，然后害辣椒死掉，辣椒报仇。游戏我是不想赢啊，你这个人我得杀。哎，要不要三坦克？要不要三只坦克？要不要？要不要三只坦克？要不要三只坦克？要不要三只坦克？三只刺客，三只刺客。Do you shut the fuck up, sir? 牛奴，你有什么刺客？这个是背刺的刺，他们一定要出假机。啊猫，康迪的话太稳了，康迪就太一般了。山姆打得过吗？啊，感觉牛奴要立立饭，看饭好像三个坐牢仔。这边什么排位？啊，没亮哎，这边都没亮。这边应该全左啦，没有，没有全左。包在右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这个要猜对面，这个得要有一点运气，要猜。我先，我来帮你们当子弹啊！交给我，交给我。哦，猫在，猫在上面。没事没事，知道人在哪了。都在左，都在左。猫有大。耶哈哈！看小李跟牛奴是不是偷开麦啊？为什么是同步冲？作弊。准备大闹一场。啊、耳机真没电了，真的没电了。看我们好猛哦，为什么？猫有大了，哎、欸，猫是不是跳了？猫跳人了，哦，它又开大了，猫跳了，猫起了。没起耶，是我看错了吗？猫隐形，没有。小伤，哈哈，游戏结束了。
球还不过来啊？这个人怎么那么烂啊 ？Kika， 他不是你朋友吗？这个人怎么打的这怪怪的？没默契。看你，你这样都可以进，他不落，他不落，他不落，看这样都可以进。极限位呢？怎么办？哎，卡强啊，很水咯。我就说这个人怪怪的，不是哦，这个巴斯特是怪怪的啦。看你，看我们都全杀了，可以用踢的，我头壳裂开了哇！